你说你昨天晚上给我发的视频什么意思啊？我发是不是我洗澡那会儿给你发视频了？是那会儿吗？输给这人了，输给这人了。你昨天晚上发给我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什么东西？哎呀！我这林远给宝哥出个大难题啊，宝哥崩了。哎呀妈呀！快别看别看，放放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想起来了。不解释。我想起来了。是因为那会儿你走了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，我自己一个人喝酒，喝了这么多的酒，我没办法去释放啊！我给你发视频，你就不接，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反正这几天有个小白脸，天天接送你，是来回的。我明明就是你有问题，你还说我？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想你前女友，你什么意思？气势压倒了宝哥，我竟然还想前女友。是啊，前女友是我。说了吗？你说了。那我肯定说了。对啊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事都让我包容你，我每天房间我收拾，饭我做，什么事都我来干，你的脚都我来洗。那你的内裤还是我洗的呢？那你的内裤还是我洗的呢？好了，我不说那么多。